钱。来来来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行行行，来来来来。那我试试啊。只身赴宴，鸡毛装。都是同学，装鸡毛。大佬，开玩笑，别放心上，纯粹就是为了押韵。高，来。换到哪去？我跟秋雅坐一桌也行。你那是奔着学习去的吗？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。那袁华怎么就能跟秋雅坐一桌？哎，你能跟人家袁华比啊？人家袁华年年三好学生，优秀干部啊。对，说到袁华同学啊，我要着重的表扬一下，就在昨天啊，袁华同学获得了全区作文比赛的一等奖，作文题目是我的区长父亲，掌声鼓励。那是比学习呢吗？那是拼爹呢。你管人家比什么呢啊，比不过你就老老实实在那坐着，反正你坐哪也是睡觉。那我想换个地儿睡。夏洛，你有完没完啊？学校是你家开的，你以为你是校长啊？想在哪儿睡在哪儿睡。王老师，你出来一下。上自习。您滚后面去。王老师同意了吗？他不同意，我就再揍他一遍。袁华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放心，我迟早会回来的。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，哪有一点三好学生、优秀团干部的样子？我也没有想到夏若他会……别提他，你手流血了。我才碰一下你的手，你就……他碰的可是你的嘴，不！不不，这不是袁华同学吗？怎么了？这道题我不会做，不会做，太难还好吗？这几节课放心吧，我让一个人毁灭之前必须先让其膨胀。我已经安排人去收拾他了，你再忍一忍。不过还好他现在还不敢在学校里明目张胆地对你怎么样。喂喂喂，秋雅在吗？秋雅在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丹丹。太过分了。谁对你好，为了你他可以什么努力，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为何不去好好。不是马冬梅，你来干什么啊？
我哥今天找的人是夏洛，跟你没关系，回去。你们想对夏洛怎么样？那夏洛不唱歌挺好听的吗？我大哥要摘他扁桃体。陈凯哥哥，是差钱还是差事儿啊？差钱的话，你告诉我个数，我回去凑还不行吗？要是差事儿的话，你摘我扁桃体，正好我扁桃体发炎了。不是马冬梅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只要你能放过夏洛，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跟哥钻小树林去啊？忙着干什么？怎么怎么？找死是不是？哥哥没事吧？哥，哥，同学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忙着给我滚！怎么的？啊？要不你他妈跟我钻小树林去啊？行，去你的！喂，秋雅吗？我袁华，我想问问你报了哪所大学？我想跟你报同一所。以后你不要再打电话了，我怕夏洛误会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造化弄人呐！你说咱家袁叔叔好好的，怎么就进去了呢？苍苍，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。别看了，人家现在是大嫂。怎么还偷看？